轻轻的碰往这里，轻轻的碰到上面，这个第一个弧度。好，请看一下这里留的很少啊，左边比较粗啊，右边两个点会比较细，往右上斜。好，这也是轻轻碰到一点，这个的弧度就比左边的少一点。好，看一下这里凸出来一点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一样斜进来，轻轻碰到，高一点点，向右，向外。好，这个撇在这个下面，稍微一点点弧度。好，这个横哦，很少，对不对？几乎都快不见了。好，这里起笔在这里，向右边出。